上眼。你好，哪位？我是桂晓。你在忙吗？没有，你说。我现在在齐宁，来出差。遇到点麻烦，车丢了。地址？啊？地址发我手机上。啊，好，我马上发给你。你说，你最近干嘛呢？同学聚会以后就没看见人。上班呗，还能干嘛呀？哎，给你说个事儿啊，我刚听说，赵敏山不是前两年刚离婚吗？哎，我是听说啊，桂晓，我是听说，陈哥不是前两天刚回来吗？俩人要办事儿。谁？陈哥呀，我想着陈哥上趟回来你就找过他，就来和你说一声。陆晨回来了。是啊，昨儿回来的。真没想到啊，我们高中校草让赵敏山给摘了。哎，还有啊，赵家已经准备办喜事了，订的酒楼就是孟小山开的。哎，你不是和孟小山熟吗？你问问他。
肯定比我清楚。先不跟你说了，回头再聊吧。那行，再见啊，提前过年好。过年好。我们说好天长地久，却终要走散。我和张敏山的事很复杂，但和你想的不一样。我知道。看来秦风把该说的、不该说的都交代了。独自彷徨很久，穿过梦尘岁月，仍在原地等候。勇敢的桂香，给我一些时间，不再辜负与你所有。赶快闭上眼，靠近，感受你温度，在你的世界，我不想要退路。你温暖着我，不再承受孤独。我们的重逢却回到最初。小南还在修理厂，那你先回去吧，万一你爸又去了。我先走了。